地震灾民的苦，经历过九二一的人更能将心比心。土耳其跟叙利亚都有人在一起。土耳其与叙利亚强震，桃园荣董团队形成联谊，改成募款参会。支援土耳其的菩萨，他就用这组朝珠让大家把它带回家。一位，两位。朝珠义卖，立刻有三个人响应。规模，做好事，大家一起来。你说我要干开水，为了小朋友，小菩萨把萨底空，萨底空马上关啦，关底空，心内给空中兵加暖空，哈哈。6000元，也要用岳父的名义为他支持，也希望大家六度换行。主持人抛砖引玉，带动善的循环。这么大的地震哦，全世界的人大家都动起来，尤其我们做慈济人，更是要有一份责任。爱心没有分这个信仰啊！谢谢谢谢。慈济荣董除了董事长，还有很多是市井小民，像廖月面是做泥水的小工。台湾有好啦啊！就要倒三工一下，这样。外手陪付出的还有刘凤琴，收入微薄，一样圆满荣董。我是打扫的。打扫，所以你这样一个月薪水大概多少？我们刚开始是1万块而已，差不多存了有十多年有了。爱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，而是有心人的参与，汇聚点滴善念，就是灾区重建的大力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龙志、翁文雄、吴家山、翁淑慧桃园报道。